小啊小啊小强啊！我今天怎么又收到一个北京发过来的特快包裹呢？哎，老爸啊，你不知道啊？我也不知道。这个、就是我跟那个上次那个特利家本人那个铁粉，我跟他换六张那个 SP 的那个。这样子的啊？你知道这里面有张什么卡吗？有什么卡？就一张不得了的。啥？雷吉多 SP， 就我最后插的这张老的 SP。我是鬼！这样子的啊？你跟他换过来了？对呀、啊，他，老爸，这个粉丝真的太好了。嗯，他怎么啥卡都有的？对，他是大佬。大佬是吧？他玩卡玩得早的。好，拆开，雷杰多 SP， 我是见也没见过。纳尼？我也没见过。来，我有一个黑钻盒子，来划开吧，两边划开，看一下。包的真有。啊？这包的很好。这里面还有一个盒子啊？嗯。啊？看一下，看一下，看一下，雷杰多 SP 啊。Later， 看来哪一张？这张。哦，哇塞，真是雷杰多 SP 呀、啊！啊，哇，这张卡可帅气了。啊、老爸，啊，你知道吗？这位粉丝他本来说想把这张雷杰多 SP 送给我的。啥？他本来想送给你这张卡？啊、后来他说呢，你就给我两盒豪华，啊、一张动力闪耀赛璐 SP， 一张一包这个幸运，还一包卡包就行了。这样子啊？啊，哦、就他这张卡都快抽就这些是吧？对，这些是你给他的是吧？嗯，他这张卡片都快抽进18宫格了，我才一张哎。厉害！他有18宫格了啊、嗯，这么牛的吗？啊、嗯，哦，你还给了他一张签名，一张 SHR 的迪迦对吧？一包幸运，两包豪华，一包卡套，是不是啊？嗯。好，那你把这张卡给我放在你那个卡车里、嗯，那你不是一整套了吗？嗯。哎呀，老爸。哇塞，小爱同学啊，你终于全套了呀！对呀，我最喜欢这一面的卡，因为它都是老蛋 SP， 都超稀有的。都是老蛋的 SP 是吧？啊。欧布的啊，欧布普及 SP， 嗯，还记得中行的 SP， 嗯，中地上 SP， 雷杰多 SP，、啊、三人 SP， 三 SP， 诺亚的，嗯，那个泰迦鱼鲲，无限赛罗，嗯，银河维克特利，嗯、哇塞，真帅气啊！啊、嗯，你要还是要感谢一下那北京的粉丝啊，有很多卡都是他给你的，对吧？嗯嗯，雷杰多的必杀技是什么？啊、小哥们，你们看，我现在终于收集了这个 SP 大全套，我真的太开心了。它这个 SP 呢，一共是有17张的。你们看，这也太帅了吧，我太喜欢了。哎，小哥们，这里面就是这个欧布普京 SP， 还有捷德之魂 SP 和诺亚 SP， 这三张 SP 呢，就是我品相呢不怎么好。如果你们有的话，能不能跟我换？也可以私信我。那么好的，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